大家好，我是 Daniel。 在我和幾位合作伙伴成立 AROPA 四時合這個健康新事業的初期，我自己心裡面的確有個憂慮，就是究竟香港有多少人着重自己和他身邊親朋好友的健康。我們想看看香港人是否真的有愛心，會關心身邊的人和自己。由開業到現在整個銷售過程，我們感覺到原來很多客人都是很有愛心。第一，他們很開心我們創立這個健康事業，提供更加多健康產品和資訊給他們。第二，他們聽到這些健康資訊和產品，第一時間就會想起他的家人、親人、朋友適不適用。如果知道家人、朋友是適用的話，他們是不會計較價錢第一時間賣給他們，甚至乎他們見到家人或者朋友用得好，他們會很開心地回來再購買。有客人的支持，我們的健康事業是不會感到孤單。很多有愛心的客人圍繞著我們，他們很緊張親朋戚友的健康，包括他自己，而且他們對優質的健康產品是有一定的追求和認同。所以首先我們很感恩，真的在這裡感謝我們客人對我們的支持和認同，對新事業寄予的鼓勵。我們答應大家，我們一直會向著目標前進，搜尋不同的健康產品和資訊給大家，和大家一起踏上健康的旅程。多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和對身邊親朋好友的關懷，因為我們最重視的並不是銷售的過程或者成果，而是體會到客人對周遭人的愛心和關懷。這份感動是無價的，亦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。我們無論在什麼經濟環境、外在的環境，都會繼續向前行，繼續實踐我們真正健康新概念，令客人身心都能夠提升健康。而我很肯定客人的愛心是會有福報回報給他們的。最後，我謹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